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。可惜这样失去你。洪总，我干了。您这儿呢？要是能松口，我就是喝死在这儿，我也甘心。干了。葛乔，就是为了给别人送咱的钱，送了钱以后还得对别人千恩万谢的，没想到我钟丽梅都混到这份上。妹妹，我真的不忽悠你，搞定了这单，我们真的能活，就算是救我一命吧，啊？总能碰到你们俩啊！我们是来做婚前体检的。结婚了，挺好的，王姐就赶紧接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跟你有关系吗？管好你自己吧。你朋友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别逗了，我跟他从来就不是朋友。Thank you.
酒喝到打吊瓶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大伯，过去聊聊。生是人家的 man， 死是人家的鬼，算了吧。那你肯定有难处了。以前没事找事也得招呼他两下，现在不应该了吧？走，还得体检呢。上个月我领着结婚证申请了安居房，昨天房子下来了，一居室才56平，但终归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了。这就是教师跟教工的区别，你们教师一结婚就发安居房，60000块钱拿产权，跟白送的一样。哎，我听说明年就没这个政策了。所以你决定结婚了？这不是我们音乐系的风格。那个，我跟我媳妇相处5年了。你还记得头回咱们吵架吗？没有。你们两个人骂的没错，我早该结婚了，早该领房啊。混集体宿舍是我自找，自己矫情，活该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媳妇挺好的，看得过去，又没什么脾气。是我总嫌人家是农村户口，犹犹豫豫的就拖到了现在。锅里的看着都好，那会儿啊没少往里边塞纸条递情诗，可是要放掉这碗里呢，又舍不得了。你想，这宿舍里的没外人，一块腻乎的时候，也蛮心风花雪月的。锅里的、碗里的，老在比着，一个个的比着条件、条件、条件，这结果就是纠结、纠结、纠结。这也是文艺青年之常情，追求完美吗？这世上哪儿找完美的去啊？哎，我就是这么想通的。人没有完美的，条件更不可能了，是不是？咱师大的女教工，你说哪个不嘴馋你们家华伟林的美色？可有谁跟你抢了吗？还不是觉得没车没房，综合指数不高吗？你会不会聊天啊你？啊，没没没。我真没想到啊，最想好好说声再见的，居然是我打了3年假的人。因为都是悲催范儿的文艺青年。没错。还没漂点呢。对不起。加上建行还有4万，够活了。我跟你保证，嗯，我会尽快赚回来。我得先坐下，妈。嗯。
要是顾小薇一定会说去他猫屎狗尿的。去他猫屎狗尿的，办酒，成婚。我一直想方设法想把你变成我想象中的那个人。其实你一直都是，人家是流氓假仗义，你是傻帽真玩命，一直没变过。当初那个让我五迷三道的，不就是这个人吗？这个人的臭德行，不得高悬起结婚证，好好管教啊！嗯。去他的房子，去他的脸面，办酒成婚，嗯，做给所有人看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想起以前的事儿了。美丽啊，你说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傻小子能娶到你这个大美人当老婆，当时啊心里那个得意劲儿，真的睡着觉都能笑醒好几回。好了，说这个了。当时我父母没想到，你父母也没想到。哎呀，儿女的事儿啊，可能有很多是父母想不到的。爹妈能做的，就是别给孩子添乱。要是能再好点呢，就多给他些支持。最坏的地方想啊！哎呦，你这个人哦，你看，得着机会就给说教。这事儿啊，都是劝别人容易。其实小薇这事儿，我这心一直是悬着的。朱铁四人不错。但是商人的人生轨迹往往是大起大落的。好了好了，别瞎操心了。我们俩已经走了20多年了，再这样一起变老，多幸福啊！啊，顾小薇助理，商务会谈的时候打瞌睡够不靠谱了，还闹鬼嘞。领导批评的事我们继续，所以借着宽带建设的风，后台服务的市场我吃掉10%，而我操作的智能家居概念也得到不少支持，所以我的蓝图非常的清晰，就是用高科技的道进入房地产市场，打服务牌，这牌打得好，抢占高端房产市场。对于钱多时间少的人群，智能家居的确很有说服力啊。对对对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出差，都可以遥控家里，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监视保姆。
请继续。庆祝我用了碳十分之一的时间造了一个比碳大十倍的盘子。老朱，怎么？其实我心里挺不爽的。你说，你那些所谓的好朋友，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见谁出钱帮过你了？现在你东山再起啊，他们就全围上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他们是因为你，还是因为你手里头握着优惠政策？夏薇，如果狼和羊是一对从小长大的好朋友，那狼肯定不会吃掉这只羊，甚至会警告别的狼不要吃它。但是它永远不会带这只羊去打猎，因为羊根本没有这个能耐。但如果换作是一只豹子，它们就很可能并肩作战。懂了，感情是用来记挂的，实力是用来合作的，这就是男人的优势。要换作是我们女人，那肯定就会叨叨叨的抱怨，羊怎么就不能跟豹子是一样的呢？因为女人啊，根本就没有逻辑可言，尤其是要出嫁的女人，完全没有逻辑。你们两个在老朱面前，能不能说我点好啊？能把顾小薇收了的人，绝对是真英雄。兄弟，我祝福你。明天我要嫁给你。顾小薇啊，你又来这个，辞职是吧？不同意。刘总，你知不知道要培养一个得心应手的助理需要多长时间啊？你这是抛弃我？你听我说，我。我打电话给老朱，啊，我让他治你。等会儿，是他让你来跟我辞职的。老朱现在壮大了，所以要挖你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以前我总是跟你辞职，那是因为我年少无知，不珍惜你对我的照顾，也不珍惜你跟老朱之间的友谊。可是这一次恰恰相反，你跟老朱要合作了，利益有掺在一起的，也有需要自己保留的。亲兄弟明算账，可是给你算账的却是兄弟的媳妇儿。时间长了，你心中会不会有芥蒂？我又能不能保证不偏心？刘总，男人之间的友谊，女人不懂，难免会坏事儿的。我还真有点嫉妒这老朱了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挺难得的哈。那是当然。好，小薇，你爸出事了，我现在一切都被粉碎了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了。你爸爸他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。政治觉悟了，他怎么会收人家钱呢？
你妈说，朱天赐他是个商人，商人他就有风险，所以他说给你留一点保障。他肯定是送钱的，他送多少不行，他送38，38这是什么数吗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本来嘛就是，你38，又是奇数又是偶数，一点也不整齐。我寻思咱们家还有12万，我就把它凑个整吧，凑个整送到银行里好吃点利息。你爸都说了，把它藏在家里，藏在家里，我就是不听。我想拿出这一大包钱那么危险，我就想打电话让小陈把我送到银行里，结果没有想到他把这件事给揭发了。白眼狼，这个他一揭发不要紧，那个林贵才就趁机而入了，他们都来劲了，把你爸往死里栽呀。行了行了，犯错的是我爸，怨不着别人。小妹，我以后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阿姨，很多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想太多了啊！谢谢你啊，在这么好的酒店里安排我住宿吃饭。应该的，有时间我带你四处走走，散散心。行了行了，吃饭的时候别哭哭唧唧的。小薇。我们餐厅招牌菜红玉牛头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搞的嘛？你还讲不讲卫生啊？你端了个菜就讲话，哎，唾沫要进的菜里边，还让人家怎么吃啊？怎么搞的嘛？对不起，阿姨，我给您换。这么高级的酒店里，服务员素质真差。差不多行了啊。你矫情什么矫情呀？正经事儿屁用没有，犄角旮旯的事儿你计较个没完，你除了祸害还能干什么？小薇，你说什么呢？谁祸害啊？啊，他说我祸害，你说谁祸害啊？你爸爸不是因为你他会收这个钱吗？不是因为你是我让他贪的吗？是我让他暴露的吗？啊，他就是一个窝囊废，他当什么贼啊？他，你说因为我吗？你什么孩子呢？我让说这个话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他从来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饭也不会做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做，遇到事啥忙也帮不上，他就给你添乱。行了，你就当体谅体谅他现在心情。他就跟你作呢，你甭理他，他少跟我来这套。他自己闯了祸，不反省自己，还撒娇耍泼的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。能别说了吗？是他在说我好吗？我爸收了人家的钱，是他自己贪，跟我有毛关系啊？别没事他俩就偷着，一有事就往我身上扯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一出事，你爸唯一记挂的就是你。你这么说，让不让人心寒？他说为我就是为我呀，你信吗？你不信，你干嘛在这耍混？你跟你爸不一直云淡风轻吗？用得着这么臭烂吗？你说你，现在事情在火山口上，你妈和你不能两个都臭烂。都怨我们两个的事情
要是多跟他俩沟通，我爸就不会那么担心，他就不会动那种念头。阿姨，把这些钱交出去吧。为什么？你以为你们做生意的人挣的钱就是干净的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把这钱交出去，或许能让顾叔叔减轻点责任。这，我们的情况你也了解，小薇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们不要这个钱，我还要呢。你顾叔叔现在进去了，那我以后生活怎么过呀？阿姨，有我呢。是真的。把衣服脱一脱呀，热不热呀？那回家必须要体面的。喂，林，沈宇。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我来送你们。哎，你换车了呀？啊，原来那个帕萨达我给卖了，因为保养维修都挺贵的。哎，这车挺好的，而且大，还能拉货呢。我帮你啊。哎，不用了，姐，我们坐那个快客回去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你说你们俩回家结婚，我这做姐的又没红包送，那还不出出力呀？天来，我帮你吧。啊、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来吧。小心手。我来开门。再见。晨晨，这是你画的呀？嗯，这是谁呀？我妈妈。妈妈，对。
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你。钱让人借走了，我怕疯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是我儿子。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叫阿姨。阿姨好。你好。你们怎么回来办酒啊？得要沈宇帮我做的父母工作。不就是借个钱吗？总不是你跟老周什么时候办啊？我爸双规了，先处理完他的事情再说吧。没事儿，正好结个婚冲冲喜。那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要来啊？你结婚的时候我们也得去啊。行。那定下了，晨晨，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真够强悍的，竟然还笑得出来。收的钱都已经交出来了，除了这一次，老顾以前从来没有收过钱、收过贿什么的。你不信，你们都去银行查吗？他干革命三十年了，为家里攒下几毛钱吗？我不是抵触，我只是觉得有些人的猜测真是太可笑了。在云锦，但凡知道我家的人，
都听说过我跟我爸的关系。我是他在外头的黑账户，难不成我离家出走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帮他藏钱，藏着38万，我亏不亏啊？这次设备和采购对云锦只是一次简单的政府采购，对我公司只是一次简单的商业行为。若有疑问，我愿意全程配合调查，但若有人拿我跟顾副市长的关系乱做文章，我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这些人搞得你没解没了的，烦都烦死人了。阿姨，这都是正常的调查程序，不担心。要知道我们家老顾怎么样了。这人啊，真是不能犯错。现在单位我都不敢去，头都抬不起来。事情早晚会过去的，您不用太考虑了。老朱，听话得听音儿。说什么呢？哎，这人啊就不一样，到底是亲妈呀，从不见面一着面就能腻上。你有点姥姥样行吗？晨晨，来，我们上屋里玩去。好一个。把孩子抱走好了，甭管我，就全当我没有养过他。该好好商量事情的，还没开头呢，你就先跑了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小薇跟我之前聊了也挺久的，就看您愿不愿意。等顾叔叔的事情明确之后，跟我们到省里一起住。他会有这么好心啊？你看，算了吧。我这个人呢，正经事儿屁大的本事没有，犄角旮旯的事情矫情个没完。我真跟你们住在一起，还不会被你们嫌弃死啊。哎，好吧，一切以您意愿为主。你就那么没耐心呢？你对小薇有这么大的耐心，对我就不能有一点耐心吗？拿主意的人不在身边吗？我怕出错吗？总得有时间好好的想想，就那么没耐心。你们一个个的都对我那么没耐心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阿姨。
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矫情归矫情，但脾气没那么坏。看出来了，总归都是相遇。可能是被我闹的吧。以前我让他伤过心，其实我爸比我要宠他，宠得啥事儿都不会，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，就觉着是全云锦最幸福最娇贵的女人，但凡遇到事儿就比谁都脆弱，乱得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地方总在心里珍藏，那么久远却无法遗忘，有段时光总忍不住回望，心上的人儿不知在谁身旁，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，爱过就不能忘，是被他捆绑，爱过就不能忘，思念刻在心上，日久天长也变成了信仰，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，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悲，天上也变成了信仰。